东西。生命电视与您一同呼声，祝您正的觉悟。接下来请收看长老发育。一切如来功德大海，显入其身。一切诸佛所在国度，皆随愿往。以身供养一切诸佛，无边际界，欢喜无倦。一切如来得菩提处，常在其中，亲近不舍，恒以所得的普贤愿海，令一切众生自身具足，成就如来无量的功德。这一段经文是讲的这个普贤菩萨以下的那诸大菩萨，这个数字有好多呢。这些菩萨有十位十佛世界微尘数菩萨，这些个菩萨每一位菩萨都具足了如来的功德大海。那一切诸佛的功德，这些菩萨呢都具足，都具足。这一切诸佛所在的国度，宣扬正法的时候所依的处所就是国度，这些个常随的大众菩萨皆随他愿往，他往昔的愿力了，因为已经供养了过一切诸佛了，供养诸佛的时间无边际劫，永远没有懈怠，没有疲倦。一切诸佛最初修道的时候所修道的菩提处，这些个菩萨常在其中，亲近不舍，就是常他以自己的普贤的愿海，就是上求亲诸佛，下化呢一些众生，令一切众生他的自身呢都能够具足有佛的智慧，成就如是无量功德。这一段经文咱们前头讲过了，我这重复的把它料说一下啊，料说一下。这些个咱们前头讲这个普者是指是十普菩萨说的啊，从普贤菩萨经文中所说的普贤的横纵，这是国后普贤。国后普贤的意思呢，是过去诸佛、现代诸佛都是行普贤横的，行普贤的横愿而得成就。那现在这些个大菩萨，十佛刹微尘数是一个大菩萨，他也常随如来，自己修行十波罗蜜，离些众生以四摄四无量来摄受众生的，度众生的。咱们前头虽然讲了，要重复这些，接着前头的经文，除此普贤众以下，33天，
三十三天王的天王。三十三天王呢，并不是有三十三个啊。买一天王，统领八部，八部鬼神座。四天王，四八三十二，加个讨利天，就是第四天，总共加起来叫三十三天。三十三天王其实就是四大天王。那个都是鬼神众的，还有往上说，说到梵天，梵天，说到大自在天，随他们的地位不同，分为五类，五类，随位复分为五。这些普贤众。是佛依着这些普贤恨和正德的果，这是佛行的果，说居普贤菩萨，就是如来所居的净土，是报佛的净土，是报佛的果，叫华藏净土，华藏世界，华藏世界是果报的土。举佛果，举如来的果，如来的所证得的果德，就是每一切众生所具足的自己的佛性，加如来的这个修因气果，所行的普贤法门，举果劝要生信分。这都还一直讲的，都是在这个生信分的当中。举佛的果德，讲佛的功德，让我们一切众生升起心要心，升起了信心。所以要讲佛的果德，讲佛的果德，讲佛怎么修行的，佛是修行普贤恒的。佛所依之处所是华藏净土。华藏净土，让一切众生升起信心。要不讲佛的果德，信心从何升起呢？让一切众生升起信心，欢喜好药修行。以这种的道理，以这种的意愿。说从普光明殿的第二会到贤寿品以来的十二品经，一共有十二品经营，这总是举果劝修生信犯。升起信心了，得要修行啊。佛就是依着普贤恒这样修行的，那我们就向佛学，说举起普贤菩萨十普，这叫十普菩萨。这十普菩萨所修的行门，所修行的，所修行的法门，就是毗卢遮那成就的果德。我们光相信自己是毗卢遮那，这是不够的，只是一个信心而已。那其次呢，叫修行，修行，修行，看看那诸大菩萨，怎么利益众生的，跟众生说耐语，视线同行，完了利益他，生他生欢喜心，完了再以慈悲喜舍，舍说众生的。源自这个贤寿品以下的十二品经文，这从这十二品以上，全是举果劝修生信，这
到这个时候信心成到究竟了，到了诸位了，信才不退。这是在经文里头，从尔时世尊出于此座成邓正觉，以下十菩萨。第二呢，就是说海月，从海月光大明菩萨以下的菩萨状，乃至于一切紫金刚神九种的众神，这叫十住因果。前头是十信的因果，这以下是十住因果。那海月光这大明菩萨，他们的功德、他们的愿力、他们所修的恒愿，跟普贤菩萨、十普菩萨相等，同是究竟位的菩萨了，菩萨位已经究竟了。这就是说，在他们修到这个时候，才理解到真正悟得了。佛的果是怎么成就的呢？是依着普贤的横门修行而得到成就的。成就了，完了入于四谛，就是熟谛了，就入世间。入世间利益众生，因为利益众生，果位的菩萨行普贤横，又回来利益众生，还是旧的度生方法一样的。以四义故啊，所以说果德的时候还说普贤横，还说海月光的菩萨。这个时候从什么呢？从信心满心了，说从凡夫地修学了实信心，真正的相信诸佛正觉果德，跟自己的自心无二无别的本性清净，入住佛性。说我们的本性跟佛的佛性就是清净的，这是在本性上讲清净。这个住啊，这个智慧啊，叫无依住智。无依住智这个智慧，就是咱们就浅显的说吧，金刚经上说，西菩提请问佛，云何住心，云何降伏其心，能够无依住了这个智慧。无依就是无生无住，这是一切诸佛的根本字。在此经上说，以刹那定来印证，在一切般若部门说，以禅般若蜜，无住的意思，无住的意思来印证。金刚经普须菩提请佛说，云何应住，云何降伏其心，佛就给他指示说，应无所住而生其心，无住生心，就是不住众生一切相，无哪相，无人相，无众生相，无寿者相，这乃众心。所以终日度众生，不见众生相，这是法界性的自然的得到的。从实信满心到实住发心修行的时候，全都是普贤横，普贤横。普贤横是什么横呢？十大愿王说的不错的，那就是普贤横。但是我们将出入的时候，就是须菩提请佛，云何住，云何降，怎么住，怎么降，说无依住，无住。禅罗般若蜜就是般若的自空，照你法界的本体的理性，自是照，定是寂，
而动静无二，